看不见摸得着。你的人命我不很欣赏，因为你是失败者。那么你还让大家相信，或者你有什么的想法、什么思路，或者就是有谁和这个扳手，就是你一个人有情绪的低落、身体健康的状况的变化，还有家庭的、还有客户的这些东西，然后你最希望要帮大家推荐一个你的人选啊，或者有什么人和你一起，或者在座的客户，你愿意在从中选择一个吗？当然，大家现在呢，就是说也看，也就是我的缺点、错误，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的话呢，我的不足的地方呢，我们最近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我们这个露水呢，就是不，就是说能够给大家带来希望。露水是哪一些的优点会使人说服大家？你或者你在工作中，发现哪我们露水有哪些人让在说服大家，是说他会给大家带来的获利呢？第一，露水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功的企业家，对吧？他在国内一开始就做生意，做的比较很大。第二呢，他的市场这个赚钱的这个悟性啊、胆量，更关键问题是他的就是选的进入点非常的这个准确。然后呢，他呢对我有耐心。再加上我的市场操作的经验，跟大家讲了，这个市场上有些胆量也是非常必要。所以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的配合呢，发现呢这个是非常的默契，所以的话呢，业绩也是非常的令人满意。